常见的马克杯 or mug set， 没有在舞台上直接送出去过，除非你转盘转到，最后要直接送给大家了。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OK， 你有九个杯杯。大复习，请问还记得刚才我所说过的东西吗？有的人记得，有的人不记得，记不记得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一定要回答。Okay, the first question is， 大家现在所在的舞台区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成一个，来，通通有账，好好。问一个问题，帮我送一个，好吗？请明确的交到那个人的手上，不然可能会引起一场非常严重的打斗。Okay, 第一个问题，大家现在所在舞台区是哪一家？世界第一领导品牌是哪一家？给你一个。And also, also, also. And also. 好的，好的，乖。好的，停。这个是容易心软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来，没有关系。你帮我送我右手边这一袋好不好？右手边这一袋。然后同时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除了身为世界第一领导品牌，只要你想到 MP3 就会想到谁？就会想到创建。只要你想到随身一碟，就会想到哪一家？也会想到创建。And whenever you want to use a digital music player， 你想要用一个 MP3 随身听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哪一家？也是创建。好的，然后同时呢，如果你想要拿到最大奖，你也会想到哪一家？你也会想到的就是创建。然后同时还没有拿到我手上马克杯的朋友，只剩我这一个了，还有两个吗？来帮我送一下。请问2010年你参加过最好的舞台活动？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数到三哦，整齐划一哦，完全对，没有错，就是创建。然后现在特别加码四个名额的机会，特别加码四个名额的机会。等我一下，很抓不到送礼物的 tempo， 对不对？先留着，来乖。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一袋？有，来，大家通通有，乖孩子，首先放下，冷静听我说，30秒。来，这个袋袋里面有什么呢？有两个 memo pad， 两个 memo 纸，还有一个 poker card， 一个扑克牌，还有一个 presentation pointer， 一个镭射笔 ，and also a mug set， 马克杯组合，一次直接当做礼盒送到你的手上，可以吗？想要得到它吗？四个名额，对不对？来，帮我拿下哦，四个名额。这四个孩子呢，我待会 Q 到你的时候，我选到你的时候，请你用我的麦克风大声喊出你对创建的热爱。通过了之后就可以带着他，有没有问题？好的，一二三，创建，请问，一二三。OK， 来，中间这位拿着创建红袋袋的同学，来，请用我的麦克风喊出你对创建的热爱。来，我超爱创建。你选一位好不好 ？OK， one, two, three. Which one? Which one? Which one? A gentleman who is jumping there， 一直不断弹跳的朋友，可以不用麦克风吗？来，一二三，掌声恭喜他！各位通通有，帮我掌声拍拍手嘛！Where are you? OK, please clap.